就没有再绕进来。
然后就是跟他爸聊了一下，聊了很久，然后就买了一只 iPhone 下去，我知道，点给我看，卖出去了，四万多块，买啊，谁都买啊，四万八，它原价五万，双光棍节，双十一有没有折扣啊？我刚看到他 po 文，三十七，刚应该刚看的都是三十七分钟，不行不可以啊，四万八，四万五。这是老板，真的，真的。那是总监，就是你们家的最大。我要说你也是骂人就好了。因为说大无限啊，有一个猴子的老板，猴子的，他们公司，他们是一家酒店的。肩膀就痛一点。